所以今天中午之前你们都在做些什么？人在哪里？确认是在我前面唱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嗯，好吧，那先这样，继续刚刚的问题吧。陈鹏程，你先说。我今天早上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差不多10:50的时候碰到文一，然后一起去吃饭。我和子晴早上去散步，10:30之后我们就分开了，然后就跟鹏程见面。然后呢，和文一分开之后呢，我又想到东西没拿，我又跑回去拿，就遇到了文一他们，对吧，文一？我早上一直都在家里想企划案，一直到11:00的时候，我才出门和朋友见面。我没有找到目击证人，是电视台门口的警卫。他从监视器画面看到被害者拿着手机边跑边讲。我们查过通话记录，宋一家是打给你的。在我见到我朋友之前，我确实有接到他的电话。那被害者的死亡时间就是11:00刚过不久。已经确认过他们4个人的证词了，都没有错误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那就是4个人在11:00之后都有不在场证明了。所以你说的就是这个摄影机吗？对啊，可是这摄影机看不到脸，不能确定是不是被害者呢。可能在更早之前就被杀害了吧。他们是在上面看到林子琪的，可是除了他们之外，就没有人再看到林子琪了。可是陈文一说他们看到了。陈文一和林子琪是未婚夫妻，所以陈文一的供词我们还得有所保留。嗯，可是陈鹏程说他看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陈鹏程只有在骑车的时候才会戴眼镜，但是呢，我刚去问过，那天他并没有戴眼镜。把那4个人再召集起来一次。是。首先，陈鹏程和陈文一昨天在10:50碰面，有证人看到，所以是真的。后来，陈鹏程和陈文一看到林子琪，可是那个林子琪是假扮的。所以，陈鹏程，你看到的其实是穿着林子琪衣服的宋一家，利用了你视力不好的这一点。
中的林子琪又在哪里呢？从监视器看，根本无法看清楚被害者的脸，因为那个被害者就是林子琪假扮的。林子琪利用了被害者的电话打给宋一家，制造了被害者还没有死亡的假象。所以，陈文一、林子琪、宋一家，是你们三个共谋把被害者给杀了。是我杀的。是我把他叫出来，我求他不要把我们电视台卖了，可是他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电视台是我们的心血，于是我一气之下就拿了旁边的脚架打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倒在那里。所有的一切，就像刚刚所说的，的确是你们三个共谋了这个计划，但是你们是为了袒护陈鹏程，对吧？林子琪、陈文一，你们昨天接到宋一家给你们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跟你们说，他看到陈鹏程杀了陈明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就开始了这个计划，让你们四个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你们，我们是朋友。多亏了你、啊。没什么。警官，被害者的后脑勺有两次撞击的痕迹，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。什么？这种事情？拿了旁边的脚架打了他一下，